荧光幕前总给人开朗搞怪形象的小 S 之前在节目上透露，收到姐姐大 S 的私讯，看完内容后当场傻眼。她透露大 S 发的都是网友对自己和老公的批评，像是被骂到虎背熊腰、脸肿或是不靠 P 图，都会尽显老态等攻击内容，让她非常无奈。她表示，姐姐认为身为艺人应该要听取各方不同的意见，同时又无奈地说这种意见干嘛听。小 S 在节目上也首度吐露心声，表示自己其实非常没自信。好友宋佳也听到他的自白，心疼地说，你一点都不爱你自己，你知道吗？瞬间击破他的心伤，他先强忍泪水装作不在意，下一秒用手遮住脸崩溃流泪。其实 Ashley， 我对自己真的很没有自信，到底我会什么？更多精彩请下载中国蓝 TV。